头发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组织啊，它是死的，但是它也是活的。出于照顾自己的健康，头发这边它就先罢工。啊，你头发怎么白成这样？转过来一看，它后面整个都白的。除这种指甲、指头会胖胖的，这样的人啊，事实上他是常常是有心肺的疾病。心肺功，家族呢，相继的都不到50岁就过世。医生怀疑我们有家族遗传，每个都要去检查手指甲。周休二日，Go心肺，晚间9点，跟郑凯云一起健康再升级。